就这，你即将为了是去这样的地方吵得对我大呼小叫的。这个地方不比什么丐帮聚集地好吗？那我先回家啦，谢谢老师送我，好好照顾二狗。我有一个想法。你正在找地方住，我呢也需要有人在我不在的时候照顾二狗。所以呢？我们家现在正好有个空房子，不是很大，也就几十平，然后呢，厕所什么都有，房租全免。真的？我原来以为你会大骂一句"流氓"，谁要跟你们大男人住一块儿？你好歹做做样子吧！你这一脸占了便宜的表情，会让我觉得我刚才提出这个想法很荒谬。 哎呀，这没什么不好的，反正在大桥底下跟那帮丐帮兄弟住在一起也是差不多，他们都不洗澡，你还洗澡呢？那，亲爱的房东大人，我做什么可以报答你或者感谢你的呢？你只需要帮我喂狗、遛狗，还有喂我，不过你很幸运，我不用遛。保证完成任务。那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了啊。好。 什么时候可以搬过来？随时都可以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周超老师，二狗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